我是一名快乐的儿童，喜欢英雄，跌倒会痛，我和你没有不同。 Hello Hello， 我就是童童，请记得我快乐的笑容，在我的梦有个宇宙，让我冒险往前冲。我和你真的没有什么不同，都是一群勇敢无比的童童，我们带一朵太阳公公要雨后一起等彩虹。 Hello Hello， 我们是童童，脸上挂着快乐的笑容，每一个梦力大无穷，一起冒险往前冲。我是一名快乐的儿童，喜欢英雄，跌倒会痛，我和你没有不同。 Hello Hello， 我就是童童，请记得我快乐的笑容，在我的梦有个宇宙，让我冒险往前冲。我和你真的没有什么不同，都是一群勇敢无比的童童，我冒着雨彩虹暴披风，我要做帅气小英雄。 Hello Hello， 我们是童童，脸上挂着快乐的笑容，每个梦力大无穷，一起冒险往前冲，一起冒险往前冲，一起冒险一定成功。Hello， 我名叫童童，我是一名快乐的儿童，喜欢英雄，跌倒会痛，我和你没有不同。童童 Happy 跳。莹莹姐姐，你还好吗？没事啦，我只是在生我自己的气。哎，你哥哥，这棵树啊，是莹莹姐姐消除烦躁的好朋友。莹姐姐，你很烦躁吗？是啊，我又弄丢了我心爱的东西，我在气不会保管东西的自己。我每次也是这样，明明很累却很爱玩，最后你也累坏了然后发脾气。对对对，小雪姐姐你好像很了解哦。因为我也和你们一样也会生自己的气啊。其实啊，发脾气好累。对呀，所以我们应该在发脾气前先深呼吸。各位小朋友，在我们生气之前呢，一起深呼吸，不要让自己乱发脾气，好不好？好。小朋友，现在我们把手放在胸前，然后蹲脚，是谁让我发脾气？之后把手放在脑这里，思考，其实啊，是我自己。所以呢，是谁让我发脾气？其实啊，是我自己。然后，玩具不知道藏在哪里，玩了很累很累，还不肯休息，所以是玩具总是不见，不懂藏哪里，玩得很累很累，还不肯休息。是谁让我发脾气？其实啊，是我自己。玩具总是不见，不懂藏哪里，玩得很累很累，还不肯休息。哦，别生气，哦，对不起，
我们一起深呼吸。是谁让我发脾气？其实啊，是我自己。玩具总是不见，不弄藏哪里？玩得很累很累，还不肯休息。是谁让我发脾气？其实啊，是我自己。想要有好心情，多一些担心，一生玩的数据，天天。是让我乱发脾气，哦，别生气，哦，对不起，我们一起深呼吸。是谁让我发脾气？其实啊，是我自己。玩具总是不见，不弄藏哪里？玩得很累很累，还不肯休息。是谁让我发脾气？其实啊，是我自己。在下雨，明天就是运动会了。万一明天还下雨的话，我们的乐队要怎么演出啊？我们还是得在雨中比赛，不过得小心就是。到底该怎么做，天空才不会下雨呢？啊，我听外婆说过，只要我们诚心诚意的向天空祈求，天空就能听见我们的心声了。嗯，对。我想啊，除了你们的办法之外，我们也来做晴天娃娃吧。晴天娃娃，听说把晴天娃娃挂在屋外，就能帮助我们祈求晴天。对极了。好吧，那小朋友，现在我们一起来动手制作晴天娃娃吧。嗯，小朵朵带我起动。Rain, rain, go away, come again.
是为什么不选我？这是一只跑得很快的小鹿，名叫比比。学校的运动会快到了，比比心想，老师一定会挑选他当选手的。第二天，同学们轮流赛跑，老师把成绩一一记录下来。比比信心满满的，他相信自己一定会被选上。没想到老师公布名单的时候，竟然没有比比的名字。比比伤心极了，比比想不通，老师为什么不选他呢？他把这事儿告诉妈妈，希望妈妈可以说服老师让他参加比赛。没想到妈妈却说，比比，妈妈不想干涉老师的决定哦，老师没选你不代表你差劲，被选上的同学也一定有他们的本事哦。尽管妈妈安慰了比比，他还是很困扰，想不通老师为什么不选他。终于运动会到了，比比心想，同学们少了我肯定会输吧。没想到小俊跑起来竟然快得好像一阵强风。小俊把接力棒传给佳佳后便喊道，佳佳加油。佳佳的长腿跑起来也很快呢。比比以为第三棒的东东比较笨重，没想到他后腿一跃，把对手给抛在后头了。最后一棒的芊芊在加油打气声中旋风似的第一个抵达了终点线。小俊、佳佳、东东和芊芊因为团结合作夺得了全场接力赛的冠军，赢得了大家的欢呼与喝彩。比比看了非常惊讶，哇，原来跑得快的同学也不少呢。他不禁想起了妈妈的一句话，看自己的本领要有自信，看别人的本领要去欣赏。小朋友，你最欣赏哪位朋友的本领？我朋友是徐浩天，他很会游泳，爷爷很会讲英文。我的朋友可又很会绑头发，卡路很会涂颜色，哆来咪发嗦拉提哆。我的朋友佳慧很会唱歌，我的朋友可晴很会照顾动物。我心想韩恩，因为他很会读书。我的朋友福金恒很会打篮球。我很欣赏品质，因为很会写字。我的朋友娟姐很会踢球。我很喜欢永莲，因为她姐姐吃苹果很健康。我的朋友丽文，她很会刷牙，她牙齿白白的。我的朋友很会吃果果。我的爸爸今晚又加班了，我的爸爸最近也很拼命工作呢。我曾经跟着我爸爸去看守榴莲园，结果累坏了，睡了两天。结果你的爸爸呢？第二天一早又出去工作啦。爸爸真伟大。莹莹姐姐，我看到你的爸爸打哈欠。为了养家，我的爸爸再累也不会偷懒。对，爸爸在做梦时都应该多多休息的，可是他还是开车带着我们出去外面走走。爸爸真伟大，爸爸像超人呢。我的爸爸是超人，好像从来不睡觉，晚上黑夜来报道，他在公司写报告。爸爸回家吃晚餐，原来只是一个口号。我问爸爸怎么了，是不是太严考试考不好。我的爸爸是超人，好像从来不迟到，早上我还在赖床，他在整理公事包。我在埋头吃早餐，他皱着眉头看早报。我
的衣裳，他摇摇头说事情洗不好。我的爸爸是超人，好像从来不睡觉，晚上黑夜来报道，他在公司写报告，爸爸回家吃晚餐，原来这是一个口号。我问爸爸怎么了，是不是他也考试考不好。爸爸常常眉头皱皱，往前对我微一微笑，要我认真把书念好，说我是他的骄傲。可是第一名很难考，分数总有人比我高，我送给他一个包包，他说宝贝你最好。我的爸爸是超人，好像从来不睡觉，晚上黑夜来报道，他在公司写报告，爸爸回家吃晚餐，原来这是一个口号。我问爸爸怎么了，是不是他也考试考不好。爸爸常常眉头皱皱，往前对我微一微笑，要我认真把书念好，说我是他的骄傲。可是第一名很难考，分数总有人比我高，我送给他一个包包，他说宝贝你最好。
妈妈笑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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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